哦，第四集，我们继续吧。现在恐龙又开始焦躁了。想看看是哪只？哇！凤凰翼龙。精明儿童廉价特辑，我们继续吧。工作了。睡觉。去楼上。你们在这里很闷吗？没还记得这个小声音，这边一心客请快做工。好，那先到这里，等一下继续播。爸爸还在玩平板。